受自己的福报，那你就损福报了。有福报的人要当作乞丐，在背侧，身如乞丐，心如黄金。那我们一辈子做乞丐，什么都没有啊，能够有一个便当吃就不错了。但是心如黄金，充满了大悲心、菩提心，只关心别人，只关心任何宗教，一辈子就这样就好了。所以我发誓，我是发这个愿的，我不想要拥有任何东西。今天来金门3天5天，那我就在金门努力、尽力啊！但是你会发觉，我们很有福报，我们努力尽力，哇，把布置这么庄严，哇，很多菩萨出这么多钱办了这么好的法会，所以有时候我在外面，人家都会问我，像我们今天是电视直播啊。他们有时候一些法师，海涛法师，你福报很大。我每次看你办法会，我都布置那么庄严，哦，你福报很大。哦，福报在别人身上，不是 我只是这里面的一个穿插者，装进去而已啊。但是想想，我福报真的比别人大。那这个福报大，那为什么？那你要惜福啊，因为福报大，所以我就想通了这一点。我如果有一点福报，不管在各种方面，从我父母对我的教育，从我啊师父这么多师父对我的教育，那他们就是希望你能够去做一个菩萨，那你要尽力的去做啊。就像我要出家，我也评估很久，如果我来出家，我能为佛教做什么啊？那至少我做一个乖乖的修行者也非常好，所以我任何时间我都保持一个很好的。所以威仪行动，因为我师父讲了，你连吃饭人家都在注意你，所以我们恒春很热，热到40几度啊。一般出家人都是穿个不穿袜子短褂啊，热热，我都永远穿这样啊，里面都湿透了，那么去别人餐厅里面吃饭，今天吃哪一家，明天吃哪一家，我师父说的都不用讲话，你就坐在那边吃饭，大家都在看你。啊，吃完饭以后又把饭之后收一收，送礼物给老板娘，啊，然后出来以后，他们哎，海涛法师那个是一贯道，一贯道也是母亲呢替我们煮饭，他不过多煮一个蛋而已，你不吃就好了。但是你要跟他结善缘，那个结善缘，那个结善缘，啊，因为我师父以前跟我在，他就是真是如此，他是一个行动实践者，他是作用在做了，啊。那你能够跟着善知识学，那你也知道怎么去实践空性跟悲心，而不是光理论啊。那我想各位，我们今天讲八关斋戒，我早上有提，一个月有10天，各位要像今天，当然不是像今天一直拜佛、一直听课，在这里面，这只是一个短短的了解啊，知行合一，最重要你知道了，那你怎么去做啊？你怎么开始去关心整个社会。假设我今天我们是坐在金门了，那真的是我们的宝岛。每天哦，哇，这么多草，这么多众生，然后呢，你到处做烟供都还好，喂蚂蚁、喂鱼到军营，你到任何地方，你可以不断的去做这边出家人又少挨家挨户你都去结缘，人家生小孩你要跟他结缘，人家生日你跟他结缘，人家生病你跟他结缘，跑不完了。所以早上我们牛爸爸在告诉我们，我们金门的那位罗神父的慈悲他是德国来的，一辈子奉献给金门，然后呢养小孩啊，布施药啊，教育大家。说他跟我说，他这么老了，大家都还在怀念这位罗神父。这一点我们很佩服，很佩服有时候问说，我们金门有没有什么菩萨法师呢？讲不出来，这问题就来了。人家罗神父，我们讲不出我们来这是因为他把他们的信仰人格化了，去奉献，去爱别人所以他说，这位德国神父还有一只德国狗呢，大家很喜欢。我们小朋友最喜欢这一只德国狗，狼犬嘛，但是什么人养什么狗，那狗都是很温柔了，但是他们怀念他。那这是一个金门的福报，真的，金门人他们有一个很好的记忆，
他心中有一个好人。各位，这一点很重要。你各位，你扮演爸爸妈妈，如果你扮演不好啊，所以我很佩服我爸爸。我爸爸又有钱又帅，身材又高，语文能力，英文、中文啊，英文、日文，中文比较差啊，但是没有搞过外遇。看这样的人没搞过外遇。因为他依教奉行啊，我妈叫我娶这个啊，他就不想要对不起我妈妈。但是别人都认为我爸爸这种人一定是外遇很多的啊，又有钱又高帅，高帅富的，又是白手起家的，哇，钱又那么多，但是他就不搞这一套。他认为就是我决定了，我决定啊娶这个女人，我妈妈讲了，我就这样做，非常好。我有这个传承，我很幸运呐、啊。我结婚期间也没搞过外遇啊，所以因为我爸爸给我的模范嘛，啊，因为觉得父亲是如此，所以如果你做爸爸的有外遇，你叫你儿子女儿没外遇，那么很奇怪。所以佛教是人影响人，人影响人。所以我主要的意思来告诉大乘的八关斋戒是为众生受持的。我们身口意清净，没有欲望，没有爱染，而且呢，充满了各种的方法要去帮助众生，这个就是大乘的八关斋戒。你不见得要带着念珠说你是佛教徒，你可以跟天主教在一起，你可以跟道亲在一起，你可以是跟任何有宗教信仰的人在一起，但是你要表现出对方所敬佩的优点，甚至他们神的优点。这一次我去印度，我去参与锡克教、印度教，还有印度教里面的一些分派。我特别要讲，他们一天在全世界，以他们的印度教这个保护神的立场，一天送多少素食便当呢？多少份呢？1亿2000万份，一天送出1亿2000万份的素食，我们还不相信。带我们去他们厨房看，哇，真大，哇，都是义工，怪不得他们有这个本钱，都是义工。而且义工都很庄严，在替他们做印度饼啊，做什么都是素的嘛，葱蒜都不吃。在德里的这一家寺庙，一天送出去的是45万份，而且用快速的车，日日的保持新鲜，送到德里以外偏远的穷人啊、学校，整个给整个学校吃啊。我们内心里面，哎呀，学习赞叹。我们送50个便当就很骄傲了，很骄傲了。但是他们能够布施这么多啊，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，我是希望各位呢，现在资讯很发达，飞机也很发达，然后每一个世间在做善事的，不分宗教的，我们都要去参与，去了解。所以我经常出国都请格西他们跟我，我说你们在佛学院读了20-30年了，那没就倒背如流了。但是现在呢，开始去接触。我想一辈子读爱情小说，只是越读越饥渴而已，对不对？你去谈一次恋爱，谈谈看嘛。那个感受不是你读小说可以感受出来的。啊，这个佛教叫体证。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三大阿僧祇劫，他要去体悟到所有众生的苦？跟所有的有情世界都结缘感受，他最后成佛了。因为什么？他无所不苦，也无所没接触过，做过男人，做过女人，做过动物，做过神，做过鬼，下过地狱，啊，做过马，做过蜜蜂，做过蚂蚁，做过蛇，做过鱼，没有他没做过的。所以，如果各位我们虽然讲说发菩提心要成佛，那你现在就开始要去有那种很强烈的慈悲的经验，所以希望各位去关心老人、关心病人、关心孤儿、关心孤魂野鬼，啊，任何一个苦难的众生，就像你念欧玛尼贝咪吽，不是观想，刚刚格西告诉我们观想，但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，这个观想要观想到掉眼泪，因为我在地狱了呢，而且地狱的众生都是妈妈哎，我们对妈妈的感受要拿出来。然后观想到他自己，我们苦到真的身体要裂开，啊，抱着他灭掉他身上的火啊、苦啊，要这样。好在是佛加持我们，让我们不会裂掉，啊，不然我们受不了。
所以为什么要有一个空性啊？但是你才能够把悲心完全的流露，又不会伤害到你自己。所以，那这个是一个要去接触的。如果你不去接触，那你不知道。就像我小时候，那个狗生小孩，我也在旁边帮忙，所以我这辈子看到狗都像看到妈妈一样，啊，因为狗在生小孩那种慈悲保护小孩，甜甜甜。然后呢，我从那一天开始，天天下课就跑到我同学家，因为那个狗是我单独把它，在他们不在啊，然后我就开始观察。很喜欢这只母狗，怎么照顾小狗的？我才知道说啊，原来小狗的大小便都母狗吃掉的，不用人去擦啊。然后呢，这样在呵护它们。那如果我表达我对小狗的爱，那母狗就很接触我，因为我来了，我要来帮助它，它就不会跟我有敌对啊。所以那时候才知道，我们现在讲众生皆有佛性啊，众生皆有佛性。这个就是妈妈爱小孩那种奉献，那个叫佛性。所以我想各位，现在我们也要去培养这个啊。当然用钱布施也是个方法，但是有时候是一种快乐，也不见得是一种你要能够体悟到那个苦啊。就像啊，亲生儿女死在自己怀抱，然后如何让他很安详啊的死亡。那你要用什么样的心态？那这些是要花一点时间。所以菩萨的十斋日，如果你不去面对苦的众生，那你要修所谓无我空性菩提心，可能也很困难，因为大部分只是一个学术理论，从你身上就感受不出来。最简单的说，一个没结婚、没生过小孩的女人，跟一个生了三四个小孩要照顾公公婆婆。然后老公，哎，也搞不好又去赚钱，有外遇，他还苦苦在守着家庭的一个女人，那个生命经验是两回事的，啊，那当然我们菩萨道就是救苦救难，那所以你一定要想办法去面对痛苦，我们不能活在一个修行的快乐或者布施的快乐，啊，有时候这个快乐会造成骄傲，这个寺庙是我盖的，啊。给我出了很多很多钱，进一步你还管里面的人，哦，那就苦了，啊！所以不懂得空性，你去做布施的时候，会让你更有骄傲。也就佛陀说，不懂得空性，让你做大领导、有条件的人、有福报的，那你就有天人的骄傲。这个天人的骄傲，那就会看不起其他的众生，所以他天人要发菩提心很困难，要释迦牟尼佛亲自到天上去说。所以现在天人唯一能够发菩提心的地方就是兜率内院，其他的都做不出来啊！因为那弥勒菩萨这种大慈心、不吃肉的大慈心的加持，那在天道里面还可以让天人不忘菩提心，不然的话，天人的福报一下就放弃一切，在享受他的天福。所以当然，穷也让我们没有福报。那太富贵也会让我们骄傲，也会失去智慧，所以要保持一个中性的状态，我们叫空啊，不执着一切，但是却可以接受一切啊，有钱也好，没钱也好，但是如果我们是凡夫，最好还是苦一点好，苦一点好啊，比丘总带三分病，你能够苦一点也对你来讲有帮助。啊，因为你什么条件都很好的时候，你就赢人家，所以有时候你会发觉口才好一点的，条件好一点的，有一点骄傲。有时候连我们出家人都会有一点傲气，啊，看不起别人。这个看不起人，看不起别人是很可怕的，没悲心的，啊，没有悲心的就很恐怖了。所以我想，修学佛教，特别大乘佛教，最最最重要就是大悲心。那个大悲心，目的就是要接触众生，不舍弃任何生命啊，不舍弃任何众生。你要维持这个大悲心，你才会成就菩提心；你要维持这个大悲心，你才会成就所谓无我的空性。所以，大悲心是以这种痛苦的感受，想要出离痛苦为基本。
所以各位，你手抱万载戒的基本就是哦，我不要。